算了，我要行到登山，我的帆船对他而来，我的帆船是创对着我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纸，保守你的的脚无渡眠，啊，保守伊这个人也无渡眠无困眠，保守你的是摇花，摇花伫你正面要做你的引路，日时太阳无上你迷死。话也无害你，也我要做你的保护，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，也我要保守你，对即时到永远。即时咱来恭读上帝十条诫命，也予咱对咱的人生搁一届做深深的反省。上帝十条诫，第一诫。我以外，你唔通有别个上帝。第二界，唔通你个家己条件无上，无论天顶地上，来个上上下下所有个面，拢唔通做伊个上，唔通去拜伊，唔通服侍伊，因为我要我的上帝，永远无用我，用别个上帝，因为我，按我个话，伊就伊做，对。到命到三世来，听我受我改变的，我是阮为到千代第三代。人人上前要我以上帝名，因为人上前伊名的，要我得到无量伊最好做第四代。记得咱昨日修理最少，但是咱应该如何做伊一切工，多多的支持。你上帝来收的安尼，即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老婆、夫妻、亲戚，以及我伫中间的诸个人，一切间拢唔通做，因为人来要我创造天地万物，因为我叫做万物，第一日就叫，所以要我做我命的叫日，心里最少第五界。信仰的代志，有关阮伫要怎样来看上帝你的话，怎样来体会你的话，啊，才是阮一个时间，阮会当有这个机构，互阮会当伫这个文字的传道内底，互阮会当得到利益。阮感谢你，阮也恳求你照顾，伫阮教会所要推行的时间，无论是遮个乡里啊，遮个晚年啊，遮个坐伫遮个有关阮个士大人
啊，所对这路程或者时间经常的历史哦，阮所要做的，阮引出阮头前所要行的，拢得到你的看顾，啊，照顾伫阮教会啊，拜三的查经啊，以及牧师出国啊，到伫美国，伫遐要回台湾啊，即联合国即个名字。啊，在时间，求你照顾伊一路平安，啊，照顾伊啊，伫所要做的时间，拢有你伫上帝你的看顾甲引导。啊，阮也感谢你照顾，阮所有即个关怀时间，会当伫上帝你的保守，阮会当互相关怀，互相相听，互相体会，互相勉励，会当亲像你疼阮一样，也照顾阮基地内底啊。拄到失丧的，也拄到真欢喜啊！拄到囝子的啊，求上帝你拢平平保守因啊，护因，拄到上帝你的祝福，也拄到上帝你的安慰。啊，照顾阮所有所有时间，拢拄到上帝你的带领。啊，照顾阮下载礼拜，特别你的信心，就是阮每一个人的心，甲阮三做伙，引带阮所敬拜。将一切的荣耀拢归给你，安尼恳求感谢，感谢所有名。